这儿还有辣片，你看见了呗？下边是海面，里边有弹簧，知道了呗？洗浴很方便，一层一层的，对，铺的是呗？你看都有拉链，一层一层的给你。你看洗浴是不是方便？不用你们想的那么麻烦，我这个挺好啊，这个熄灯了不用再买床里了，然后对熄灯了直接拿来一熄，它里头还有一层，也不怕那个脏，也不怕那啥的，非常正确。你看，只要你满意就来，只要你睡觉舒服就来了，是呗？因为这人呢，就是晚上睡也舒服才来的。嗯。啊，因为你干一天活嘞，你休息好了，第二天再有那个精神工作啊、干活啊，都是这样。嗯。真是的，这个软硬适中，你看应该。用了床垫坐上硬，要不然一坐一个坑，这个你看坐正好，是不是？非常好。哎呀，搬回来就是把我热的不行。我也热。收拾收拾吧。要把铺铺。铺好点。